陈妍希拥有清纯的外表，出演过不少热门电视剧。她与演员陈小芬后育有一子小星星。近年来将事业重心转向中国的她，日前受邀出席电影节活动。当天她身穿一套祖母绿礼服，凹凸有致的身材十分吸睛。然而有网友公开了陈妍希在现场的身图，只见她的脸部蜡黄，身材也有点胖，手臂还有腰身都不够纤细。对比起工作室发出的照片，差别十分明显，看起来完全是两个人，遭到部分网友批评。她国民初恋的称号似乎已不复存在。然而随后有网友晒出了现场拍摄照片，可以看见陈妍希肤色白皙，原颇也强调她本人看起来跟照片上几乎没有差距，小小只的很可爱，呼吁酸民不要利用一张调过色的照片来诋毁他人，这样真的很不道德啊。